肉末茄子呀，像我这么做，我吃了三碗大米饭。如果您还不会，来跟着我一起学着制作吧。从我家的树上啊摘下来三根茄子，今天用茄子教大家做一道美食。这个茄子皮挺嫩啊，咱们就不去皮了，将茄子改刀切成长条。锅中烧油，七成油温下入茄子。炸这个茄子的时候啊，油温一定要高一些，要不然容易起油。视频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如果您的手里还有免费的小红心，你就给老弟点一个吧，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，老弟谢谢你了。将茄子炸至金黄，捞出备用。锅中烧点油，下入肉末，给它炒至变色，下入蒜末，给它炒出香味，加入一点的酱油和老抽，给它炒香，加入一点的黄豆酱，炒出香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。炸好的茄子，一点的盐和鸡精调味，开大火咕嘟五分钟就行。出锅前撒点葱花、香菜、小米辣，肉末茄子就制作完成了。每天你不知道吃啥做啥，你就关注我，关注我之后才能找到我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感谢您的关注。